对，咱们灯牌就是这样，大家一起努力，所有人都会一起红。免费的票可以再坐一坐。今天的作品你们都看了吗？已经看过的扣波一，已经看过今天发的作品的扣波一，然后前天的作品有没有看？看过的公屏扣波三，如果这两个都看过的公屏扣波六。我专门把这两个作品发在了一起。再来一个想你的时候问月亮，送给大家。那你们听出来了吗？这两首歌的旋律是一样的，就词儿不一样。我没有看到，我只是评论了一下，是吗？扣上一波好听，觉得不好听的朋友们，公屏帮忙扣上一波好看。感谢七哥。
我们喜欢听弹唱的朋友公屏扣波六，我看看有多少。喜欢听弹唱的朋友公屏扣波六。感谢我们小青的小星星，谢谢大家每个宝贵的星星，谢谢你们把你们的心交给了我。很美啊，糖糖，大家丢丢灯牌喽！每天的灯牌丢一丢，照亮我前行的道路。谢谢你们名字前面那个灯牌，就是指引我前进方向的灯。感谢我们新房的关注，谢谢。这么多扣六的，最近大家说弹唱的呼声好高，所以我陆陆续续的出了一些弹唱的作品，也有在练习，给大家一点一点的去多出一点。如果有你们喜欢的，我们帮忙留一个小脚印，有特别喜欢的可以来直播间再点。谢谢天阿哥。感谢天阿哥。再来一首谁送给你们，大家有什么爱听的弹唱歌曲，也可以在主页的作品下方留言，我下去会的我就跟你们录，不会的我就去学一下弹给大家听，好不好？欢迎快乐相随。帮忙到主页的视频点歌，因为在直播间的话公屏会刷上去好多我都没有看到就过去了，然后在作品里的话它会留着，我下播我就挨个去翻一翻，好不好？可以把你们爱听的歌曲打在主页的作品的下方留言处，弹也好唱也好弹唱也好后面备注一下就行了。咱们再来一个路灯下的小姑娘，不打直播间，打直播间，就刷屏就上去了。陈波，每天都播。你好，刘香。没有谱的可以吧？可以，我去山里多走走。我到深山老林找找。说是把我主页的作品处理一下然后去发，是不是？如果这个是属于抖音会他给他判定属于抄袭，所以很可能还没来得及宣传被封号了。要么流量不大没有宣传的作用，要么流量大了抖音会有个自动识别功能，谁先发的谁后发的，哎，抄袭封了。所以还是不建议，但是直播间你们的录屏可以录完之后自己处理一下剪辑一下，加上一点自己的可
可以配音，可以配表情，可以配文字等等，然后去转发。下面艾特一下我。那个，这个是原创啊，你们去看它。啊，就这样。哎呦我的妈！这就可以了。欢迎88966。啊，后面咋都戴口罩的？防灰。哎呦我的妈！沙尘暴。谁谈过了吗？来，还有谁？冲冲点赞啊！一个小目标，先奔50万。我们一起往上冲一冲，感谢我们田俊峰，谢谢刘湘。谁？感谢大家送来的这么多的小礼物，谢谢。我们开播18分钟啦，点赞17万啦，大家加油，冲一冲50万赞！1、2、3。说到那个作品改编，你们有刷到过那个中文十集跟咱们家那个不过人间的那个作品吗？有刷到的公屏扣播7，就是有一位朋友把那个咱们的视频跟另一个视频结合到一起做了一个视频，请听题啊，有一个外国友人，左边请听题。好，右边放了一下我们的画。哎呀，感谢我们九九哥，谢谢我们九九哥的大火箭，好好看。哎呀，这是第二个大画面了。感谢九九哥，谢谢天涯哥，谢谢你们带我们看画面，真好看，感谢我们无为的心心。然后我们弹完之后，他就配上一句：“请问他弹了多少下？”然后那个视频就火了，就火了，好多点赞。你们要是再做视频，也可以这样给他加工一下，就不属于盗窃了，
就也不属于那个什么了。谢谢我们所有新朋友的关注。再来一个觉得哥爱听的歌，与你到永久。希望直播间的朋友们也能够喜欢，谢谢所有新朋友的关注，感谢关注，与你们到永久，比原唱还火，那不能。咱们70多万赞，他也不错，他10几万赞，这也很有才。与你到永久。我的灯牌挂在你的名字前面，陪你到永久。感谢所有新朋友的关注。国乐古筝的直播间，这是一个没有忧愁，传递不对，共享快乐的直播间。如果您喜欢这个氛围，点一下左上角的红色关注，这里也是一个相亲相爱的大家庭，欢迎大家加入咱们9272大家庭。感谢天机，新来的朋友们，如果你喜欢这里，我们会像你喜欢这里一样的喜欢你。欢迎所有新朋友们的加入，左上角的关注变成一个小黄心，点一下我们就是一家人啦。欢迎大家，这首歌叫与你到永久，送给每一位朋友们。再冲冲点赞，我们到50万点赞，边弹边唱一首天涯哥喜欢的片片相思赋予谁，送给大家好不好。谢谢们所有新朋友的关注，感谢关注。欢迎 H72，我涂一下下口红。谢谢大家的关注，再来一首《我来人间一趟》送给你们。欢迎我们逍遥宝贝，感谢开心哥。
馆黑皮叫 happy 吗？ happy 就是快乐。真棒，感谢我皮皮，要不叫你皮皮了，皮皮也挺好听的。感谢皮。还有一位朋友说，一首悲伤的歌让你弹得到欢乐了。对，有的喜欢悲伤的觉得说，嗯，悲伤的歌都让你弹得欢乐了，没有感情了。但是还有一些，嗯，自身比较悲伤的，他一听到这种，哎呀，我觉得好治愈啊，本来之前听这首歌挺难过的，现在听这首歌我也可以很开心啦。那你们是哪种人呀？如果是后者的话，一定记得点点关注啊。这里是一个欢乐的直播间，没有悲伤，没有悲伤，没有悲伤。重要的事情都重复两遍。欢迎大家加入欢乐的海洋。任何悲伤的歌到我们这儿都变味了，就。我们在一起点点赞，到五十万我们弹唱，加油！谢谢我们依依，感谢我们独宠依依。皮皮群，再来个失恋阵线联盟送给你们，来一首老歌。双击屏幕点点赞，每天生活都灿烂，一起跟着节奏瞧一瞧。谢谢季玉。感谢九九哥，谢谢各位哥哥们带我们看的画面，好美。探清水河，大家有什么爱听的歌曲，可以到主页的作品下方留言，我都给你们安排一下。到哪里点赞？你好梅大姐姐姐，我跟您说，点赞的话比送礼物还简单，比送人气票还简单。之前教你们送人气票只需要简单的三步，点赞就更简单了。第一步，拿出你的右手任何一个手指。第二步，拿着你的手机。第三步，伸出你的右手对着屏幕。你就能看到右下角有很多小星星，突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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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往上跑，然后你就成功了。啊，瞅见了吗？就这样敲。啊，这就是简单了，是不是很简单？这就是点赞了，是不是很简单？我出钱，你唱一首兵哥哥唱呀。小友们，有人要出钱让我们唱兵哥哥。我现在这么值钱了吗？唱歌还能给钱？
喜欢听兵哥哥的公屏扣一波七。不要钱啊，别送，可不敢送，我这一上唱歌都是免费的，不要被你打破这个记录。这么多，盯住他，不要让他送礼物，一毛都不行哦，咱们有规矩的。哦，点歌不收礼，送礼可以随便送，别说点歌送的。好，这么多期，那咱们单唱一首兵哥哥好吗？兵哥哥，我还没在直播间唱过这首歌，第一次。真的吗？嗯，你们送的礼物都是对我的宠爱，从来不是点歌费，我都知道的。降低点。来了，准备好了吗？身边有凳子的找个凳子坐一下，没有凳子的靠个墙扶一下。我唱歌多多少少有点要命。咱们家有没有兵哥哥啊？感谢芹菜。相思个人的兵哥哥，去年他当兵当少佐，夜晚他是我枕上的梦，白天他是我嘴里的歌。严冬里那个刮风又下雪呀，哦，我真想呢，我真想给他，给他送去一团火。兵哥哥，兵哥哥，妹妹心中的心一颗，边关的浪漫托付你，家中的事儿交给我。中的事儿交给我，交给我，交给我。哥哥，您尽管放心，您保家卫国，守卫边疆，我来照顾好咱爸咱妈，家里的一切都好。兵哥哥，威威武武要保祖国，奶奶为你笑弯了腰，妈妈夸你是个棒小伙，最是美美我的心里甜呀，啊，望着你，望着你的照片，我就那个偷偷乐。兵哥哥，兵哥哥，妹妹心中的心一颗，边关的浪漫托付你，家中的事儿交给我。中的事儿交给我，交给我，交给我。姜子个人的兵哥哥，去年他当兵当少
孩子是兵哥哥。感谢我九九哥。这首歌，哎呀，太喜欢了。军嫂都很伟大，兵哥哥们也是我最敬佩的一群人。好啦，那我们的欢乐继续啦，再大家来一首对这一版的《画里》送给你们，好不好？看清水河，在一起冲冲点赞啊！咱们往50万赞赞冲一冲！父老乡亲现在没有伴奏了。好像会弹钢琴，上一次刷他的主页，我有看到弹钢琴弹得可好了。玲玲，你日常会直播吗？你播不播呀？有弹得那么好，就是不播的都是大家的一种损失。弹可好了，但我不知道他唱不唱歌，我没听看过他唱歌，我就刷到过一个他的视频，惊呆了。咱们家可多才子了，还有可多才女。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新来的朋友们，你们有什么爱听的歌曲都可以刷在公屏上面。老朋友们大家基本都听得自己都会弹了，所以都不太点歌了。新朋友们不要客气啊，来了这儿就当自己的家一样，一样的啊，可不用客气，该坐坐，该点点，有啥爱听的歌曲就跟我说，我们一起再帮忙点点赞，开通一下流量通道。早安轮回梅花泪，听心探清水河，谁能娶你会幸福快乐这不是歌名。全军两只老虎，童年，来个童年吧，来咱们来个童年，不过人间，哎，可以先来个童年，欢快一点的。云水禅心，哎呀妈呀，这首歌得先泡茶。
唱一首《童年》，送给咱们直播间所有的大朋友们。欢迎我们清茶姐姐，谢谢我们黑皮的十倍认可凯的会员。咱们还有没有就是对主播就是十分认可的，可以帮忙开个会员的，开个会员。我就是想更清楚的看到你们。开完会员之后进场，哎呀，格外的显眼。再一个，距离咱们的100人会员小目标马上就要到了，只差40来位。就是马上就到100人了。谢谢山哥的关注，感谢关注。哎呀，哎呦我的妈！谢谢我们爱宝续费的阅读会员，1分喜欢点关注，2分喜欢加个团，10分喜欢开会员，还有10分喜欢的咱就别按着了，就该出手时就出手吧。确实这差的不多，是吧？我再给你们来一个刚刚的点歌，一个听心，一个不过人间，转个调送给大家，好不好？先来一个不过人间，就是那个刚刚咱们聊的那个火的那个视频，请问他弹了多少下？请听题，我来了，数一数一共弹了多少下。欢迎永不言弃，续费的阅读会员，欢迎20000，好久不见。欢迎我们20000哥回家。欢迎嘉明哥。调音不算，
欢迎松哥加入咱们9272大家庭。一首《不过人间》送给所有的朋友们。49.8，再点两下，40，马上50了。我给你们找一首歌弹唱，《片片相思赋予谁》。同样喜欢这首歌的，我们公屏扣一波6。早安龙回，可以，咱们到70的时候再来早安龙回，好不好？到70万，我们继续早安龙回。喜欢听《片片相思赋予谁》的，公屏扣波6；喜欢听边弹边唱的，公屏扣一波6。来一首温柔一点的，《我在江南，君在北》，一片痴情，空与对，落花含情，风含泪，片片相思。赋予谁？柳叶低垂，落花飞，满天花雨沾不美。细看落花谁人醉？片片相思赋予谁？欲问落花何处归？心随风动几相思，飘飘洒洒与风随。片片相思赋予谁？我在江南，君在北，一片痴情空与对，落花含情，风含泪，片片相思赋予谁？再不语气落花飞，花飞也相思待春回。远方的你可能听到我的呼唤，可能感受到我的思念。如果你听到了，公屏扣波7好吗？
哦，好多好多的新朋友也都感受到了我对你们的呼唤，那就点个关注，加个团吧。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嗯，在西安，我在西安，我在西安等你们。已经加过团了，每天的灯牌丢一丢哦。把天哥唤醒了，你刚刚是睡着了。再来一首《听心》，嗯，也是刚刚的点歌。一起加油，冲冲点赞，咱们到70万点赞继续走你们爱听的早安龙回。听心在哪儿呢？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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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爱了，真的不爱了，看我直播都看睡着了，先是把我的独处分给别人了，接下来看我直播看睡着了，没有爱了。每天中午一到两点的时候，分享一下人气票，关注主播不迷路，主播带你见岳父。宝贝想你了，一分想我点一个赞，千分想念点一千个赞，你有多想我抒发出来吧，尽情的抒发。早安龙回，咱们70万点赞开始唱，感谢我天机。大家下午好，欢迎所有的朋友们来到国乐古筝的直播间，一首《听心》送给你们，感谢大家送来的每一颗宝贵的小心心，每人我们方便的送上一颗宝贵的小心心，占一占助力人数，不方便的对着屏幕敲上100下，也有5票的助力人数。
你们走过路过的留下一个小脚印，让我知道你们来过，好不好？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所有新朋友的关注。这里是欢乐的海洋，这里没有焦虑，这里不打 PK， 这里可以随意上座，可以随意玩耍，就是可以想坐多久坐多久。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前来游玩，也欢迎所有的新家人们加入9272的大家庭。欢迎醉京城，能不打 PK 所以你可以很随意的玩，好不好？你说会不会未来某一天你们都喊着我，走吧，我们出去打架吧，在家里我要闷坏了，我们出去打架吧，会不会有这么的一天？我们浑身的限速就用不出去啊，不行啊。啊，有吗家人们，有没有这一天？原来不是使劲打吗？不会等下你被打伤了你们就不能保护我吗？不会大鹏哥，如果你们有这个的话一定要跟我说，不要憋着憋坏了，就是想出去揍人了或者怎么样跟我说哦，我会被打坏了，能不能行了，咱们有点底气嘛。马上60万赞了，咱冲冲70万，来首早安轮回，我再给你们来一首笑看风云。欢迎林先生，我怕家人来的真的天天都在，一个都不许少的那种。对对对对，是的，欢迎燕关燕门关燕关门，我差点给人家念成燕关门。欢迎我们燕门关来到9272大家庭，新朋友点个关注加个团，我们就是一家人哦。1234 5，感谢琳琳。
小看风云过。会唱粤语歌吗？我的那个粤语歌唱出来呀，那可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一个存在呀。我敢唱，我怕你们不敢听啊。欢迎胡须哥，谢谢所有新朋友的关注，来一首小看风云送给你们，还有80000就700000了，700000咱们弹唱早安轮回，你是那夜空中最亮的星星，你们是那夜空中最亮的星星，穿成一串星河，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没事我听，我不唱，我还不了解你们。每次说唱粤语歌，我好好，我就之前我就是可天真了。你们说没事我们都听，好，我就真唱一场，一唱一开口，跑的只剩俩人了，其中一个人还是我。哎呦我的妈！我可不唱，后来我就学聪明了。你们再让我唱，说没事我们不跑，我不信。哎呦我的妈！我不信。我是广东人呐、啊，你好啊，我不信呀、啊，我不信你保证不跑。玲玲越来越厉害了，浪子的心情这个闽南语都能配，我马是了解，我马是了解，这都能配歌词，优秀。给玲玲来一波赞了，她真的太优秀了了，下面再给咱们家玲玲来一波赞，我天哪，真的是歌词小能手，太厉害了，太意外了，我没想到这首歌竟然能配出歌词。一首浪子的心情送给你们，谢谢关注，感谢关注，大家没有关注玲玲的可以关注一下玲玲，她弹钢琴很好听，我不知道他后面会不会做账号录视频啊，或者直播之类的，但是我觉得他是个人才，希望他有一天会，如果会了你们绝对会很有耳福的。哎呦我的妈，当然能配。啊，在直播啊，已经开始直播了，哎呀，这是个正确的选择啊，林，坚持住啊！哎、咱们卷儿、气儿的都支持你。哎、你真系美貌靓爆净啦，我中意。我中意你呀，我也中意你呀。前面没听懂，夸我好看的意思呗。两枚，我在十二时辰弹琴的时候，有一个广东的阿姨过来说：“哎，两枚两枚，就要一起拍个照。”
我说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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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都听不懂，就听懂俩字儿两枚。然后拿着手机，我知道他那个意思。白天上班，晚上会播一会儿。哦，晚上几到几点呀？晚上几到几点？宝贝，你真美呀！宝贝长，宝贝短，点个关注你再喊，加个团团你再喊，加完团你从早喊到晚。早安龙回到七十了吗？七十万，我们走早安龙回六十六万啦！来，一起对着屏幕再敲一敲，来个护花使者。我是一朵小花，在此诚招使者。两驴啊，啊，两驴。来吧，点个关注，加个团，加入我们使者大军。两驴，七十万啊！今天的作品是一个找官人的作品，也不知道这会儿找着了没有。我下播了去看一看，不知道我的官人有没有到评论区去报道。谢谢我们开心哥的五二零，七十万了，下一个目标冲刺100万！早安龙回来喽！你是那夜空中最亮的星星，开心哥，开心哥，开心开心开心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官人啥意思？咱也不知道呀，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那个白娘子里边叫他的许官人、许相公，
艺都红牌了。还有一万。怪我。感谢开心哥，谢谢开心哥。咱们今天还没有小星星占榜的，留上一颗宝贵的小星星，留下个小脚印啊！不方便的，我们对着屏幕点上一百下，也是一个五票的占榜。欢迎大家前来国乐古筝的直播间，欢迎你们来到欢乐的海洋。谢谢我们开心狗狗，谢谢我们新朋友的关注，感谢关注，欢迎大家加入9272大家庭。让我再深情地望着你，早安我的 baby， 你伴我迎接灿烂的曙光，迎接崭新的黎明，是你给我无穷的力量，勇敢地向前行。我要对你说声谢谢你，早安我的轮回，你是那夜空中最美的星星，照亮我一路前行。你是我生命中最美的相遇，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你是那夜空中最美的星星，陪伴我一路前行。是我生命中最美的相遇，早安我的 baby， 早安我的轮回。欢迎守候哥，中午好我的972们。欢迎大家来到972大家庭，再给你们来一首，再来一首开心哥喜欢听的《梦回云南》，送给大家，希望你们也能够喜欢。突然好想去学打碟呀！啾啾啾啾啾。跟着节奏冲冲点赞啊，小小目标100万，一起加加油。感谢欣赏。
每次这儿要重复一段。哇，谢谢你们送我的亚军。感谢大家给带的皇冠。感谢九八九。小糯米回家，一首《梦回云南》送给所有的朋友们。欢迎陈小白，喜欢看你边弹边唱。最近这两天发的作品都是弹唱的，您看一下有没有您喜欢的，可以去戳个赞赞。欢迎林峰，感谢们 Q 呗，谢谢大家一起帮忙点赞，谢谢们强子哥，感谢强子哥的大啤酒。今天还没有流榜的，我们对着屏幕敲一敲，戳一戳，戳上一百下就有五个音浪了。脸对着镜头给您拍个，给你们拍个照。我知道了。哪呢？不是有个那个礼物吗？咔嚓一下，然后定格，上面有个画面，不是那个拍照啊！啊！我就这么掉入了你挖的坑！我看。这就是对爱我的你们毫无防备心。来首《爱你》，糯米很喜欢听《爱你》。欺负人，权益天下，会不？我又被拿捏了。家们又被拿捏了，太狐美。好的，军哥，来吧。龙雨夜，今天被 Time 哥拿捏了。谢谢你，谢谢你。点错了。太狐美，全域天下可震撼了。嗯，我知道，欢迎小坏蛋。咱们家初十点了一年半还是两年？哎呦我的妈！我一弹那首曲子，我就总摔跤。咔咔拍拍，咔咔拍拍，扑通！咔咔拍拍，咔咔拍拍，扑通！
也会。我发现我会可多老歌了，哪首歌都没有我老，我是最老的，所以我会可多老歌了。来首《太湖美》送给你们，来。谢谢军哥，感谢军哥。我说干活太又激动了，哎呀，一激动就唱早了啊！感谢走心朋友的关注，谢谢，欢迎大家来到国乐古筝的直播间。我是你们的小琴师夏婉琪，新朋友点一下左上角的关注，点上一个黄色的小心心戳一下，就能领取成功属于你们的专属小琴师了。当你的名字前面有个夏婉琴三个字，我就是你们的小琴师了。有什么爱听的歌曲都可以打在公屏上面，谢谢你们所有新朋友的关注，欢迎大家来到爱的世界，欢迎你们来到歌的海洋，欢迎你们来到开心的还有啥词儿？有世界，有海洋，还有啥？直播间想请你吃饭，我不饿，我缺点赞。欢迎花里人，80万了，冲100万！欢迎林夕。啊！明明就是想照顾你，你却不生病。哇哇哇哟！感谢我秦昊破子号开通的月动会员，距离咱们的100小
小目标又进了一步。哎呀，谢谢您的十倍认可。今天还有对我一点点认可的朋友们，深深点个关注，加个团，一点点培养，到十倍认可的时候就可以看会员了。啥会员看不见？哦，我原来你们是不知道。哇，感谢我们云烟化作影成为我们的第五十位会员，距离一百名会员只差五十位啦，越来越近了。在哪里开？左上角那个黄色 V， 有一个 V， 左上角你们有个 V， 点一下，是否开通？是，哎，就好了。百元计划，会员是将近百元计划。点关注加团是一毛计划，咱们一毛计划还没有参加的先参加一下一毛计划，我想跟你们有一毛钱的关系。你见过神仙吗？我猜你肯定没有见过，但是我见过你美若天仙。照你这么说我也见过，我照镜子呀。欢迎我小青。问世间什么最大？夏婉晴的脸最大。哇，感谢我们笑晨开通的阅读会员，哇，只差四十九位了，说的不噜噜噜噜噜噜噜，越来越接近了。越来越接近了，你看咱们现在榜上齐刷刷的一排会员，哎呀，好激动啊！就这一句说的。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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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听前奏十歌喽，把歌名打在公屏上。六咋的？这个陕西话“六咋的”是美得很的意思。听出来了吗？杀猪刀？什么杀猪刀？这首歌名叫什么？打在公屏上，我看有没有知道的。没有吗？没有吗？完了，你们都太年轻了呀。哦，星星点灯啊，不错。那再来一个，现在这首叫什么？一个慢板，一个快板的，这首叫什么？你多大？五十八。欢迎九戒，欢迎我们鱼儿，感谢我们银花色雨。
我就开头挖了个坑，然后接着你们扑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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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听吗？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人还特别不耐烦。我说过了呀，星星点灯啊。妈，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说了好几次了，来个有难度的。哈哈，再给你们弹一首表达爱意的歌曲，来，咱们点赞在晚上冲冲最后的17万，情丝绕指柔。哎呀，今天什么日子呀？这是，这是节日也过了呀？这。依然能看这么多画面。欢迎大哥们常点歌啊，这个情丝绕指柔。哎，谁开会员了？刚谁又开会员了？谁又开会员了？我有错过吗？如果有错过，你们赶紧喊我。现在军哥要升级。哎，我还没准备好呢，军哥没准备好呢。他升级可不得了，我是3到54需要。哎呦我的妈！一天生啊。情丝绕指柔，思念泛指尖，暖暖的情，深深的爱。昨夜西风，重来。哎呦我的妈！他给我电跑了！哎呦我的妈！电跑了！哎呦我的妈！暖暖的情。深深的爱永远在我们这个97小窝缓缓地流淌，你给我，我给他，循环。昨夜西风起小楼，杯中剩下断肠酒，回忆回的马小手，往事如那水在流。今日白云空悠悠，看见相思挂枝头，摘下一朵你的温柔，那段岁月还念旧。情丝绕指柔，浅浅红线念丝绸，我想你爱你可知否，雨夜白了头。悠悠情丝绕指柔，深深眷恋曾
胸口，等花开花落叹离愁，泪水沾衣袖。小女子这厢有礼了。感谢君哥带我们看的这么浪漫的画面。今日白云空悠悠，看见相思挂枝头，摘下你落你的温柔，那段岁月还念旧，真好看。青丝绕指柔，浅浅红线念丝绸，我想你爱你可知否，一夜白了头。悠悠青丝绕指柔，深深牵念藏胸口，等花开花落叹离愁，泪水沾衣袖。悠悠青丝绕指柔，浅浅红线念丝绸，我想你爱你可知否，一夜白了头。青丝绕指柔，深深牵念藏胸口，等花开花落叹离愁，泪水沾衣袖。情丝绕指柔，我跟你们每个人都传了一份情，你们感觉到了吗？感觉到的公屏扣播九，扣播九二七二。感谢君哥，谢谢我九九哥。我爱你们，所有的九二七二们。哇哦！真暖 ，Time 哥 ，Time 哥，哎呦我的妈！你看这里了，这里了，哎呦我的妈！金哥，你还有什么想听的歌？哎呦我的妈！86万赞了。就爱晴儿，就爱晴儿，不敢了，点吗点吗？还想让我捏捏脸啊？就看你们快还是我快？他们刚才跑哪儿去了？拿捏完了跑哪儿去了？这个负心的人！负心的人，拿捏完就跑。此时此刻，应该来个伤心的雪花。九九哥弟，九哥，要不我再给你唱一个那个与你到永久。与你到永久，我就知道他喜欢这一个，还有一个十面埋伏。听不听弹十面埋伏，弹个十面埋伏也行。欢迎侠客，刚才忘了，为什么？
我唱歌那么要命哦。谢谢咱们新的宝贝们的关注，欢迎 With a smile。 你好，军哥让点有点吓人，他让点有啥吓人？他让点不就是他买单买单吗？像极了昨天熊熊啊，你点我买单，所以你们就随便点，懂吗？就这个机会不用浪费，随便就行。你看，这就是宠爱。那来首心上人吧，好不好？你们都是我放在心窝窝里的人，来首心上人送给你们，每一位九二七二的宝子们。送给所有榜上的哥哥姐姐们，随便就行。下一句是反正我不刷，不许刷啊，谁刷跟他谁急啊，都不许送啊！哎呦我的妈！送了拉黑啊！来！哎呦我的妈！希望别给我电跑。一生一世一醉半浮生。尘往事化作锦飘零，一草一木一叶一追星，啊，春去春来你就随风行，一次一去一个负心里，起回肠从此无人听，一日一夜一梦受痴情，啊，魂牵梦萦只愿梦不醒，我心上人，我我呼唤我的心上人。谢谢大家的夸奖，感谢林峰，快把他拉黑，他送礼物了。感谢台哥，一生一世一醉半浮生，风尘往事化作锦飘零，一草一木一叶一追寻，啊，春去春来你就随风行，一次一去一个负心里，荡气回肠从此无人听，一日一夜一梦受痴情，啊，魂牵
凡夫借朝暮，欢迎英豪季风云。感谢秋二哥，谢谢咱们所有九二七二的。叔叔阿姨兄弟姐妹们，真的一唱歌人就跑了些，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所以你知道吗，粤语歌那是万万不能唱的。然后唱的话你就知道，我不跑大家都别跑。还以为你把我丢下了。为啥你喉咙说话声音和唱歌声音不一样？如果说话声音跟唱歌声音一样的话，他们都得说我嗲。所以我就使劲的喊喊，显得汉子一点。如果我这样说话的话，他们会说我嗲。其实这个是我的本声，但是我得，兄弟们这样说话他们就觉得哎挺正常的，挺正常的。哦，这个女孩子不错，说话很正常。那我也不懂为什么。天啊哥哥，你可知道你离开的这43分52秒我们有多么的牵挂你，多么的思念着你。欢迎小雨哥，来再来一首啥。天啊哥哥，谢谢我们英豪季风云帮忙点赞，89万赞了，兄弟们都精确掉秒了，对，都掐着头算了。43，对，是的，天啊哥，你走的时候是1:42，我计算器啥时候回来呀？2:35:43:52秒是等于多少？发货这个差评，是1:52，就是那个时间。你们还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吗？打在公屏上。朋友别哭，你还有我，我陪着你。爱拼才会赢，好。咱晚上群里去闹闹泰姆哥，闹天涯哥，他们俩欺负人。一个抛弃我，一个拿捏完抛弃我。哎呦我的妈！都是负心的人，晚上去群里群殴他们，声讨他们。这还有没有11级以上没有加群的？爱唠嗑的，加主页的群。欢迎我们态度哥，爱拼才会赢啊！好，来吧，今天还没谈，爱拼才会赢。你莫走，来听听。你莫走，没问题。我把爱拼谈完，你的声音唱楼兰会怎么样？现在多少人？2397。我不知道怎么样，但我知道唱完可能还有7个人就不错了。哎呦我的妈！那为啥没走？可能是鞋没穿好，跑得慢。刚刚就是浅了个水，没有爱了。竟然舍得让我看不到你。我找不着伴奏了，兄弟们，找不着伴奏了，爱拼才会赢啊！哎，找着了，来了。
风立足点，三方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熊今天上的，因为他跟我说过花开最近上课比较忙，没时间上号，是你吗小熊？嘻嘻哈哈哥旷工了吗？刚一够时间了，来，家人们再帮我算一个题，从今天是16号一天20分钟，到月底28号一共是多少个小时？再算个题，12天一天20分钟，240分钟，240分钟除以60，16 26 24 36 46 24，4个小时才哈。
四个小时够不够啊？咱们以后都三点下播，能补一点是一点。太难了，以后都三点下播，每天播到三点打底。算数不好，那我还先算出来了，你们还没算出来呢。你看我这个算数不好的都先算出来了，就好了，明天继续把它打红，明天一到两点继续冲刺人气票哦。害我被坑一圈山，很淡定啊。兄弟们收到了公屏扣波972，明天继续冲红牌，加班不算，是我女神，你们不要跟我抢，你先加个团再说，要不然可信度不高啊。972谁取的？那还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情了，大约在三年前的一个月黑风高的下午，我说咱们家的宝子们叫啥嘞？他们就一直在公屏说，我们就爱晴儿，我们要就爱晴儿。这是大家的呼声，这个就是那个顺从家人们的心意，所以从此之后咱们家的家标就是9272。谁说没水平的？容易引起公愤哦。下午还月黑风高，你不会是我 Time 哥的另一个号吧？月飘，你知道这是啥意思吗？月飘。就是一般说话公平比较调皮的，格外的引人注意。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恭喜我们收获一个新大哥了。月飘，搞笑的意识啊，那就不是了。欢迎飘哥，喜欢这个直播间的氛围的话，可以点个关注加个团，请加，欢迎你。972大家庭欢迎你，你对我们一分喜爱，我们报您万分的爱啊，好不好？考不考虑加个团？你看他现在，别看时红时黄时红时黄的，说不定你加入的时候刚好就是红的，碰碰运气吧。欢迎我生，我再跟你谈个我这一生吧。就爱情儿，我不能让你们这么自私。但是长长久久的是可以的。我不能这么自私，让你们就爱我。哎呀妈呀，说反了。感谢宝松的哥哥们带我们看看画面，来，我们所有的972们扣上一波，谢谢大哥们。
要啥惩罚？好像没有看见过。明天不一定有时间，提前意思一下。这又要来了吗？又要来了吗？哇！我被电到了。那我得为你负责，你点个关注加个团，以后我会好好爱你的，我会为你负责的。对不起，不该电到你。欢迎随意，谢谢我们熊的浪漫之城，感谢我们。这是第几名 VIP 了？这是第几名 VIP 了？啊，家们，刚刚瞅见没跳？感谢我们台的VIP， 谢谢我们台哥，谢谢台哥。第几位？距离咱们的一百人计划还差多少人了？今天第七位了，已经五十二位了。开饭！距离咱们的百人 VIP 计划只差四十八人了，越来越近了，就差那么一丢丢。本来是距离一百人只差九十九人，现在咱们都只差四十八人了。欢迎我们天阳哥，欢迎南方哥。二哥别拉垮，当个榜一再走。不是我说的，我就念了个公屏，我就念了个公屏。哎呦我的妈！看给他刺脑子，再给他再来俩，给他弄个十个。哎呦我的妈！什么都拿不完。要是一天能有十个会员，做梦都得笑了。不要给我太多的幸福，家人们。嗯。不要给我太多的幸福。来一首《十不该》，欢迎伯伯。